哦，可以呀，收获不错。大家不知道我在干嘛吧？我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。来来来，大家带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新产品。哇、哦，这个是什么？大家知道吗？哇、哦，这个不要掉了。哇，这是好东西呀、啊。这个，他们这边叫做石橄榄，石头的石啊，橄榄的橄。啊、哦，这个真的是有市无价的。然后这个很好吃，他说很甜的。啊，记得很早人知道这个，我刚才到这边来逛一圈，然后看一下，跟着那一个老师傅在下面教他们打，我就特地过来取了枪，现缺现卖，让大家见教了。我看今天能有什么收获？那走了走了，哇，一个都好多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全，今天出来跟老师傅学走椅来了。哦，这个给它弄一下，哇，这里面有一个，哇，这个很脆的，又不敢直接碰，碰一下它就坏掉了。这个皮真的很脆，啊、哦，这个线不线橄榄？哇，这个叶线这个大，哇，这个要是真的像他们做的那么好吃的话，不过这个真的手已经吃穿了。我这边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，刚才那个老渔民做了，我一直在他后面跟着他，看着，连我老爸都不知道这个。哦，这撇掉就可以。这个是就是这个比较小的，收了收了，不管。修了好久，然后修了这几个，我给它扒出来一下。哇、哦，这个真的有那么好吃吗？我怎么感觉这么麻烦，破的这么麻烦，又怕碰到这个可以这个大，又怕碰到它一碰它就坏，它这个壳很脆的。你看，我都不敢使劲，它这壳就坏掉了。进去，再找，找了这么多，那不会就找出一两个吧？难怪他们说这个有市无价，这个追续打，现在年轻人追赶得了这个。哇，我现在考虑要不要继续下去，看都是这么小的。小的好多，然后大的我可能没有那个去，哇，可惜了，又掉了一个。哦，这两个可以，啊，还可以，不错。哎，哦，我游掉了，进来，我晚上回去煮一下看好不好吃，要是不好吃的话，我再也不敢这个了，这太麻烦了。今天就带了一个钳子出来，然后工具都没带。忘记，哇，剪这么久才剪这几个，不过不知道炖汤够不够。不过这个轴椅我真的不能丢，我要给它发扬光大。回去的时候准备一下那个钢钎，他们用的是用那个钢钎，然后给它敲，拿个锤子在那边嘣嘣嘣。看，这个海柱漂亮不？哇！这个也是国家有保护的，这个是保护的，我们海珊瑚这种的我们不能拿。然后这旁边的你看，哇，红绿粉，这个是什么颜色？我看不懂。这个我们就哇，这边还有一块，今天东西没带出来，然后都装不了。哇，这底下，这是最底槽的才有这个景线。看后面，哇，一整排，看过去都是海草啊、海柱啊，这个怎么？这个，哇，漂亮，好多，一整排都是。哇，过来看一下，哇，这边海胆这么多，哇，这里我感觉看还有，哦，背上还带着螺呢，哇，这个螺挺牛的，不怕刺。都给它捡过去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哇，好多，这个还有一个就不要，这个捡过去，反正也没东西抓。哇，来看一下今天的收获。哇，海胆这么多，这个海胆就不要了吧，我没东西带走。哇，这个随便带走都可以爆臀了。哦，哇，这个漂亮，这个海星，还有这个颜色，这两个颜色不一样，捡了一个乌螺，可以呀、啊。今天收获，总体收获带回去的也就这些了。这个海橄榄，然后几个螺，
最主要是这个，哦，这个我今天回去试一下，看效果怎么样。要是好的话，改天好事的话，改天过来再给他打点。那就专门做一期打这个的橄榄，是紫橄榄石头，是我普通话念不准。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了。然后喜欢打拳的记得帮忙关注点赞，谢谢。我们拜拜，下期见，下期见。